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学习改变世界的 PHP 开发工程师系列课程，我是主讲老师大波波，大波波教你别人不敢教你的技术。本节课咱们来学习 HTML 基础语法的列表这样一个部分。那么说到列表呢，大家肯定在很多网站里面对吧都见过啊。列表呢非常简单，就是咱们的文章的列表页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列表页啊。咱们随便啊打开一个网站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咱们现在呢打开这个浏览器啊，好，在这里面输入啊，输入 163.com 好吧，输入 163.com， 打开网易的这么一个门户网站的一个首页啊。好，咱们的网站就打开了啊。你看网站里边呢有很多这样的列表，还是没有对吧，一个一个的啊，这么一行一行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呢它就是一个列表，其实啊就可以用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把这东西给写出来啊。这就是咱们的列表的一个功能，都是列表啊。你看网站里面很多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列表，还没有对吧，这都是列表啊，都可以用咱们的列表来实现啊，列表来实现。那么现在呢咱们直接打开咱们的笔记啊，直接打开咱们的笔记。好了，看一下咱们的列表通常分为三种啊，一种是无序列表啊，这个是最最常用的一种列表。然后呢第二种呢是叫做有序列表，有序列表啊叫做 OR 开头的有序列表。第三种是自定义的列表啊，这个第三种啊就不怎么用了啊，就不怎么用。然而呢这种有序列表其实用的也不是很多啊，最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啊，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给记住了啊就可以了，这个给记住就可以了。其他呢当你用到的时候你啊基本上也看一下就会用啊，就看一下就会用了。所以说呢我们直接上来开始写代码啊，看一下这个列表的实现的一个效果。好，打开咱们第二章里面的这个代码这个部分对吧，右键咱们新建一个啊，02什么08对吧，第八个小节啊，0208 02下划线08 OK 双击进去啊。右键咱们再来新建一个 HTML 文件，叫做列表对吧， list 啊， list.html。 好，来右键啊，通过咱们的编辑器打开一下一样的啊，上来咱们还是先写那个全局架构标签啊，这个都要先写一下啊，DOC 是不是啊 ？DOC type 啊 ，DOC type， 然后呢 ，HTML， 好了，这边呢写 HTML，H 写个 HTML 对吧？好了，然后呢这边再来写个 head 头对吧 ？head 头 HEAD 啊 ，head 头里面呢再写什么？再写个 title 啊 ，head 头里面写一个 title， 来 title 里面呢我们再写个名字啊，叫做。列表对吧，列表啊 HTML 基础语法，列表 HTML 基础语法 OK 啊。咱们再加一个字符集，字符集再加一下啊， match charset 等于什么，等于 UTF8 对不对， UTF8 啊，这边翻加一个，写个 OK， 这个 head 部分就完成了。咱们再来写什么，再写 body 啊， body 部分呢咱们就开始正式写咱们的列表啊，写咱们的列表 OK 了。列表非常简单，来写一个 URL 标签，然后呢再以 URL 结束啊，斜杠 URL 结束，这里面就可以写列表里面的每一项了，好吧，写每一项啊，然后列标签啊。好，咱们随便写一句话好吗，随便写一句话啊，啊跟什么，跟大波波学 PHP 啊，跟大波波学 PHP 怎么着，你将会啊，你将会获得更好的什么，更好的技术啊。好了，这是第一条，然后呢咱们再来写第二条，看一下，来写第二条啊，也是一个列标签啊，列标签，来这里面写什么呢，写啊，今天啊，今天天气不错是不是，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天气不错啊，挺什么，挺风和日丽的啊，风和日丽的 OK， 这是第二项啊。第二项咱们再来加一项啊，这个列表里面呢你随便加多少项都可以啊，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根据你自己需求来啊。而且列表呢不仅有这样的功能，还有很多其他更丰富的功能啊，这样的功能呢我们在学 CSS 以后啊，你会发现有更多的使用技巧。好，这个第三条呢咱们再来写一个啊，学好什么，学好 HTML， 学好 HTML 对吧，是什么，是 Web 开发的基础好吗，是 Web 开发的基础啊。
OK 了，咱们的这个页面写完了，然后呢，通过咱们的浏览器打开看一下，来，Firefox 打开看一下。好，咱们的浏览器啊，现在就打开了啊，看一下，看见没有？这就是咱们的列表啊，默认的列表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小圆头，看见没有？小圆头啊，小圆点。这个小圆点呢，我们其实可以去掉的啊，通过咱们的 CSS 样式可以去掉它。那这里面默认咱们就不需要去掉了啊，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什么？列表啊，而且这个列表是什么？是属于无序列表。你看它不是没有序号的，对吧？没有序号的啊。OK 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写一个有序列表，好吧？再写一个有序列表。有序列表跟它不同的就是在于什么？它这个开头的这个标签叫做 OR，而不叫什么，就不叫做UR 了，对不对？Ctrl C 复制这个啊，然后放到这里面去。来，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回车啊，你看什么叫有序列表，对吧？它自己呢，默认给你加个一二三这样东西啊。这就是有序列表啊，就他们之间的一个不同啊，一个不同。OK，好了，那么至于剩下来的那个什么那个自定义列表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像这样的东西呢，大家应该有能力自己去嘛，对照着我的笔记啊，记住对照我的笔记自己试验一下啊，因为这个不是什么重点，所以说呢，你自己对着笔记啊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吧？这咱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不给大家演示了。OK，本节课呢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呢继续下一节的学习。